السلام عليكم. السلام谢了，你又要干什么？你不是问我为什么带你来这儿吗？明明我是负责人啊，我应该跟你住同一个酒店。你看你这个人就是太老实了，连领导说话的艺术都还没学会。不过这是你好玩的地方，所以。所以什么呀？所以作为投资人，我要投资你。苏总，我得提醒你，我是荣鼎的员工。哦，你忘了，哈比把你交给我了。我们喝过拜师酒的，现在我才是你的导师。你现在确实是我的导师，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仅限于金盛这件事情上，除了这件事儿，你无权干涉。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戒心放下来，听我说几句啊？